飲啖可樂落嚟結尾啦，因為呢副咧1974年啦，44年前嘅可口可樂，Game Set Coca-Cola Game Set，網上好多版本，係呢副係最豪嘅，因為係最多臨審嘢，有1、2、3、4、5，咁我各做一介紹。咁呢副牌最特別係咩地方咧？係主力咧，佢喺美國係啊賣嘅，但係咧製作咧係喺香港嘅嚇，係真係估唔到喎。係啊，我哋當年香港玩具業好勁啊！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！點樣證明呢？好，我哋打開佢，佢呢個計分嘅字咧寫住 Made in Hong Kong。哇！喺香港製造呢副牌咧，嗰個計分字係未計過嘅。OK， 係啊。喂，好似當年啲股票嗰啲。係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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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似似喎，好似啊。咁啊，我哋幾多分，佢哋幾多分？呢啲就係玩橋牌，我哋 mark 低嘅。好啦。最特別是什麼呢副牌？最特別是有一些可能大家不記得了，以前那些電話簿呢，就有這些站起來的筆仔，筆仔以前就可以這樣站起來的，是 OK， 哎呀站不到，以前在電話旁邊就喜歡站起來，很難的，有點圓圓的，是啊，你做底，它的底圓怎麼站啊，它的底應該是不夠厲害，不夠厲害的，這個接下來我試試看可不可以站起來，定位好一點，哎不行，都是難一點，不好意思，但是它的概念都在這裡，理論上可以站到，不行。不過它呢，禁世之筆它都特意印回 Coca-Cola。OK。而這個技術呢，香港是做不到的。為什麼呢？所以這支筆呢，在日本做的。即是它在日本寄過來。哇，聯合國的。就pack箱。是的。所以這副牌都是有一些，即是歷史味道，就是當年那些紀念品呢，怎樣就幾家人結合在一起。挺好喎，咁呢個日本咧，我哋就喺度睇到喺呢度寫住日本嘅 memorandum。好，好啦，咁呢個盒咧就夠曬舊啦。咁仲有啲臨審嘢咧，佢係根色仔嘅喎。OK， 啲色仔甩甩地嘅啦，黐黐黐黐粒粒咁啦。再加埋咧有個吸索，呢兩副牌咧係未開嘅。哇，未開嘅，香港製造，好薄嘅咋。好薄的，真的一副牌我想一半到的了，這副是啊，還有是啊，個吸索下面還有東西，吸索下面呢還有些聖誕東西，哇，是啦，就是那些聖母像在下面再戰隊的東西，是啊，所以整件事都真的幾神奇的，我覺得機關嚟喎呢個，係啊，即係啲聖誕禮物嚟嘅，係咯係咯，啊好，即係聖誕唔好掛住飲可樂，都要咧就記得祈禱，即係拆個拆個禮物都 OK 喎呢個都，咁你嚟啦，俾你開啊，係啊，應該一隻嘅啫，開啊，嗱我哋得意地方佢係街磚 Ace 開始嘅，係喎，街磚 Ace 唔係葵子 Ace 開始，好薄啊真係，好薄啊真係，好脆添喎，梗係脆啦，1974年，44年前的膠紙嚟噶，大佬。哇！真係都碎曬，碎曬啦！好，我哋為咗拍呢套嘢，真係幾抌本咧，真係。好，睇下後面先，街磚。一二，哇！真係好薄喎，薄到好慳皮喎。我諗透到光噶啦，呢只都會。係啊。係啊。四五。呢啲係香港印嘅喎，呢副牌係啊，佢用似以前嗰啲啊，都印得唔錯喎。係啊，似以前啲咩啊？你講咗似以前紙扎鋪嗰啲色嗰啲字啊？哦，即係嗰只色嚟喎。可能都係嗰啲，因為佢唔係用嗰油墨嗰只，佢唔係用油墨嗰只嚟。油墨嗰只會擰㗎嘛。係喎，同埋鞋鞋地嘅啫。鞋鞋地㗎，聽佢啲聲唔一樣。係啊，佢嗰個聲唔同嘅。好，好啊，睇埋其他啊，佢係紅色先喎。紅色先，跟住紅心喎。紅心都係咁啦，我諗呢只女有啲絕啦，都耐咗啦，應該44，彎彎地係，即係佢都冇諗過自己會俾人開。哇 ！Make in Hong Kong 啊嗱，呢個 Make in Hong Kong 啊，真係真係靚呢啲，香港做嘅嘢，香港做寄到去美國，再喺美國嘅小鎮俾我買翻翻嚟，而家喺香港開翻44年之後，真係呢啲叫緣分。亦都破下裂轉先會拍到，玩到咁大件事啊！我哋好多，我哋好多觀眾咧，將個歲數誠意都未必即係夠呢副牌路啊！係咯，好喂，有竹下有竹下，好慢慢嚟，幾靚喎只竹！哎呀，點解會係 Snoopy？ 點解會係 Snoopy？
嚇點解會係佢啊？過癮，中意啊！佢又一紅一藍喎，佢又唔係紅紅藍藍，係、啊、都幾過癮，真係得意嗱！佢又面康康。咁啊，當年咧，可口可樂咧，點解會咁中意揾呢啲咁嘅戴大帽嘅女仔咧？因為佢有一段時間咧，係 sell 俾女性飲，即係女性嘅飲料嚟嘅，甜甜地，有少少養生止咳。啊！止喉痛，止喉痛嗰種咁嘅女性嘢嚟嘅，但後來就變咗好男性嘢啦。係滑水啊，係勁啲嘅，勁啲啊！但係你講緊1886年嗰支可口可樂咧，原組出嚟嗰支咧，其實如果而家係唔俾賣嘅可以，因為佢最初係諗住做一支酒，但係做嗰只酒係係係海洛因嘅酒，哦，所以就唔俾係啦。同埋係嗰陣時應該唔係叫做 Coca-Cola。係應該是叫讀做 Coca-Cola， 是 K-O-L-A、哦、Cola 是什麼嘛？那時是他有個咖啡因，那個咖啡因就叫 Cola Bean， 那他用回那個 Cola 做個味，但後來呢他不用個 Cola 了，就轉了 C-O-L-A。 不過大家都要小心，如果你真的去到美國，人家問你要不要 Coke 呢，就不一定是可口可樂的，因為 Cocaine 的縮寫都是 Coke， 所以呢就即記得不可一不可再，就是毒品是米事，可口可樂就不介意喝。喂，這副股東牌 OK 啊？不，我喜歡這副，就是香港嘢。香港嘢，我們找香港做結尾都 OK 啊。不過就即係希望大家嚇，即係欣賞我們拆過這副44年前的牌啦。係啊，好喜歡這副。